大家好，我是田姐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我和我妈到菜市场来买一点春天的野菜。这会儿春天有很多很美味的野菜，准备买回家做点好吃的。多少钱是？对。多福虫香蟹啊？这个是野狐葱。这个野狐葱好香啊！到土里去了。这个是折耳根，也是春天的野菜。多少钱是？两块钱是。三年两岁了。啊，就是。没两把。我妈说要找那种乡里人去买，不要找那种二道贩子菜贩子买的，就划不来。这个是蕨菜，但是可能我不太喜欢吃蕨菜，但蕨菜也是春天的一菜嘛。前面呢有一家卖蒿子粑的，蒿子粑也是春天的美味啊，就是这家店。好香啊。你看它外面有黄豆粉，里面有芝麻，好吃。这个是地木耳，干不干净？我一个拿我一次炒那个吃饭嘛，真干净了。我都没三十，我哪没吃？你看我25啊，二十跟人家还称呢。就是这样，一朵一朵的，现榨菜籽油。什么叶？狐狸叶。什么叫狐狸？你看我搞，我也搞没得。你感觉不懂得很。狐狸树，狐狸叶。这是用来包粑粑的。看，用那个叶子，就是包这种粑粑的。没人不许子了，走了没？我说的。我没来啊。这个马蹄也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。这里也是卖胡同的。好漂亮哟！你要加阿婆。这里也是卖地木耳的。5块，你要么搞10块钱一个。不要。这是本地酱，都不是。是本地酱，咱们种。你外地。看我妈每天买菜都是背背了，现在我妈要买点本地的姜。看那位老板，就是夏天我妈跟他买辣椒的那个老板，现在春天他就卖辣椒苗。炒心子都是要辣的，
你走三只要拿人家货。那根本给怕什么？还活得起怕什么？你真不是的。这个是香椿。你不刚在卖瘦吗？哦，卖瘦不了，有点饿。在卖瘦的，不甜的。看这个是香椿，25块钱一斤，好香。